着了。第七军呢，情况不明，夜里一点德军突破了，叠速区防线。哦，继续前进。敌人想在第二战场开辟前给予取胜。假若我们丢掉城市，明天会有第二战场或第三战场。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城市陷落，那会成为他们远东和近东朋友们进攻的信号。不，不敢的。只要我们经得住这个进攻的话。是的。几时能守住这个牵连的很多，得有一个人能够掌握住情况。米诺格拉多夫是个能干的将军，前线不由他指挥了。几时起？今天。那谁？伊万·阿德烈维奇，我记得在冬天你还对付过一次冯克劳斯。是的。来，我跟你谈几个问题。军官同志，第二十一军军长柯里文告将军仍旧坚持他原来的主张。这怎么办呢，朋友？预备军不够，兵力不足，希望你还是充实防御建设。你轻视了防御。司令官同志，我可以。好，回头谈。请坐，柯里文告中将。现在你更方便于开诚布公的谈谈了。司令官同志，请原谅，刚才在参谋部里见到了巴多罗夫将军，显然他的部队已经运到了。是啊，大本营的预备军已经开始向前线开来，但是我还没有接到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具体指示。有过指示是守住城市，城市失守无疑死亡，必须马上用全部力量和预备军达成一个目的，守住城，打垮敌人，明天就晚了。司令官同志，我们的主动会左右情况的。不，我一向习惯于认真地执行命令。所有关于预备军，请你看一看，在米哈洛夫卡敌人集合了10个师，不是一天两天会有新突破点来援救第七军。我保存预备军主力，为了避免惨剧并撤走军队。当前急务是守住城市，而不是撤走军队。克里文告中将，这是我最后的决定。今天派来了新任前线司令官上将穆拉维奥夫。穆拉维奥夫司令官同志啊，穆拉维奥夫将军叫我们同他在第七军取联系，他从飞机场直接到阵地去了。怎么？到突破区。
的团部上将同志。你自己所指挥的队伍在哪儿呢？防守高地牺牲了。那你呢？在指定事件从三个战士突围出来的。敌人损失呢？烧毁了他们24辆坦克，人员损失不明，是在夜里。第三个人呢？我在热呢，上将同志，救火来的。像在哪儿见过似的，挺老练，够个军人。对，是的，从边境打起，又打回去。打回去？是的。好的，队伍没整顿好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司令部没掩蔽啊。住口！我要你们拿手榴弹回击，要是你们找不到队伍，司令部也要作战的。司令官同志，住口！王乐福在哪呢？为什么不攻击？为什么不？你好，上将同志，局面是这个样子，莫里逃万，联系中断，失掉指挥，我要向你报告。那么到你那儿去吧，谈一谈。请这边。困难呢，米鲁斯克。不要紧，我们来了，情况会好的。不见得，米鲁斯克，我们还是要多忍耐啊。啊！我亲爱的，基里，亲爱的。你好吗？那孩子呢？看过他，还好，挺健康。我那有重伤号。我也妈。基里，你怎么来了呢？我是到这儿来看你的。哦、孩子还玩吗？还玩，淘气。还给你带了封信呢。真的？啊、哦，喂，那大婶，喂，啊。还有什么吗？真的来指挥吗？为什么还真的？这不好，基里，这不好，最好你不在这儿。啊，没有时间了。你们住在哪儿？我好看见去。不知道，基里，什么也不知道。会见到的。会见到的。少校布鲁斯诺。谁的车？中将潘德烈夫。他在哪儿呢？那边高地上。报告上将同志。防御线指挥官工兵中将潘德烈夫，你好。您的任务是来指挥战线。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我习惯一个人瞭望和计划。瞭望什么？请看，这条线是叫做中间防御地带，凝聚点和侧方阵地，那个就是，那是城市，最后的防线也着了。来不及吧？如果来不及，我点着这片草原。是啊，这得要细加考虑。统帅部怎么决定的？我以为你能带来大本营的计划。可爱的城市，有什么办法？若是战争光凭分析决定，就不会有战争了。
测量计算就会决定胜利是谁的，可是还存在着意志和需要，我们应当，我们不能不胜利，为了胜利必须坚守城市。是啊，大本营坚决要求这样做，但它会存在着弱点和错算，我们要找出冯克劳斯极小的弱点和错算来抓住他。那好吧，找他的弱点用不着多久，看看地图也就够了。冯克劳斯就像自己钻进了口袋里，他们两翼会受着严重的威胁，若是我们有着强大的预备军的话，给他两翼画上记号，难道这能是错算吗？他不担心他的两翼，他显然自信着，用集中了的优势兵力和机械化部队很快地占领了城市，使我们来不及向他两翼集结兵力。夺取了城市后，他们或是消灭我们的防御兵力，或是把我们赶到东岸孤立着。就这样，冯克劳斯马上会占领了全线，他的主力把战线推向北方，使他的两翼不受威胁。妨害过我们守城的那个城东的河，现在会成为他们两翼的掩护，他们的拳头会投向曾经威胁过他们的军队，甚至让我们都来不及集结兵力。对时间和速度上，这是毫无错误的估计。那么第一，我们要争取时间，造成他的错算。完全正确，但是应付这个的预备军不够，若把大本营战略预备军投在这上，那我们对敌的两翼就没什么可集结的这个魔法的圈子。第二和主要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别动着战略预备军，这是神圣的。第二战场您带来什么？你还指望第二战场来解决我们吗？我只是想提醒你，如果我们阻拦住德军，敌人会增援来更多新的兵力，直到目的达成。那好吧，再做个结论，挡住他们还不够，要击溃他们，击溃还不够，要彻底打垮，使他们不能马上恢复。在当前的情况下确定这样的任务，可是你知道这是谁给我们确定了这种样子的任务吗？现在这个任务摆在您的面前。是啊，我们面前，我们面前。总之，冯克劳斯是对他自己估价过高，可对我们估价过低。是的，尤其是对我们的炮兵。是啊，这是我们最有力量的，但是目前还不够啊。不要紧，不要紧，会多的。暂时这样，必须要每一个军至少分给预备军30门或者是到40门的远距离重炮，组成远距离的炮兵团，在一个决定性的时间内对敌开火。老廖同志，可是军火呢？我们仅在这条唯一的道路上运输着，就这样也会被切断的。那新路线呢？一个月以后修好。工厂的撤退给了我们很多的不便，另外还用去了好些车皮，于是就妨碍了我们军火的输送。唉，维纳格拉多同志，你对事情总有你一套的看法。悲剧角色，我给你留下了这种残局，又不能帮你转好，使我很难过。维纳格拉多同志，你是我的老师，又指挥过这条战线，我知道你是很难过，可又必须这样。
我决定请你留在这里做副司令或是司令部的参谋长。斯大林同志指示过我来和您谈，他相信你，他重视你。这对我实在是困难，不过需要的话可以留下做任何工作。谢谢。你好，达普洛夫同志，情绪怎么样？急躁得很。5000多工人已经参加了前线的战斗，我们可以给你两倍以上受过训练的人，请让我们还还手。如果能够及时撤退我们国家的这些大工厂，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给多少时间多少车皮。现在工厂不撤退了，怎么危险期过去了？那个拉豆同志，统计一下我们的军火还有多少。工厂的破坏在头一个星期经过修理之后，我们牺牲5%的工人力量，我想全部工厂的破坏至少要在1个月以后。是，从前我们曾计算过，每个星期都要提高生产和如何发展及加强工厂的力量。你为什么还穿便装？我给你带来了委任，任命你为军委会的委员。可我们把西方乌克兰的工厂已经搬走了。我们的军队是不守空城的，这是斯大林同志说的。我们应当立即把司令部从容地搬到城外去。搬出多远？总之司令部里听不见炮声才好，因为需要思索。喂，您的。喂喂。开始了，进攻米哈洛夫卡。来，这不可能，自己来的。好的，好的，我就去。第七军抓来一个德军司令部的军官，冯克劳斯。神经病。你的名字在哪里？我什么也不说，睡觉。我3天没睡了。我坐汽车走了600公里，然后徒步睡觉，睡觉。我支持不了了，把全说出，我都知道。得先睡觉，睡觉。你怎么打他了？那怎么行呢，我的上将同志，我们当尖兵的懂得这个。他来回像猫似的挣扎着，还叫唤，你看把手给我咬的。当然了，多少要碰着他点。怎么抓的？今早德国鬼子把我们从米哈洛夫克赶出来，我们少尉说这像什么，我们又把他们赶回去，守在那，这功夫他就坐汽车一直奔过来。
我们少宇说咱们一股劲儿把这家伙弄到司令部里去，走喽，一辆汽车也没有，得拿布量着去。那时候我可就真是两口气都没让他喘。这家伙厉害。德国人厉害吗？是的，厉害，是暂时的，就像汽车两口气都不喘的往前开，断了油可就完蛋了。还是咱们硬啊。很可以，做了一件大事情。对，是的，我们少玉真够英雄的了。把他叫醒，趁他昏迷先问出要紧的来，主要是关于冯克劳斯，然后叫他睡一觉再带来，我想看看他的正经样。是，走吧。你给当的翻译，让他认为我不会德国话，不好来观察他。是，我会德国话。哦，那好极了，那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谈谈了。对，喂，我什么也不说。你能说什么呢？你带来了你们大本营的军事地图。什么风把你刮来的，少校？冯克劳斯又能讲什么？我正确地执行了任务。真忠实。地图上标着19号，他们要拿下来米哈洛克，于是他就不顾一切地往这儿跑了来，因为他们是这么预定的。可假若情况不像你们预定的那样呢？嘲笑的不是你，而是我。德军进攻的信号已经开始发动了，你可以看看这张地图，甚至我可以说明军队的数量和方向，是这样多这样的快，使你们仅能够陷于覆灭，此外就毫无办法。这显然是你们的计划基本精神，马上去把军队接过来，把司令部搬到城里，无论是谁要是没有命令就到了东岸，就以军法从事。是。那祝你成功。维纳格拉道同志，克里文告受伤了，请照顾他一点。司令官同志，如果需要调换指挥官的话，可以在另外一个时间，不要这样当着大家的面前。他们爱他，战士相信他。克里文告他要不相信城市可以守得住的话，那还是让他们别相信克里文告。不过你还是要考虑考虑。林德格拉道同志，对克里文告中将作战的功绩报请上级加以褒奖。哎，穆拉维奥夫同志，我知道你今天在会议上所谈的和所决定的也是针对着我说的，你为什么今天不做结论呢？请你不要顾忌我吧。很难呐，维纳格拉道夫同志。是的，我认为若是我们从城市撤退，这道河会成为很有效的防御线，在河那边对防守上会更容易。假如说我们守不住城市，那时候很难想象会遭到如何严重的牺牲。那你认为我们是战败了吗？我从来也没说过这个，胜利已经属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只是还没开辟第二战场，只有第二战场会决定问题，或早或晚它会开辟。您知道这是谁的话？对的，对的，一向是对的。到那个时候，保存了的实力会打回城去，
向前攻击，走在盟军的后边。哎，亲爱的维纳格拉多夫同志，我们每个人会被撤掉和调转到更适合于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克里文告的主张对，你的也对，德军和我们世界上朋友的也对，并且我们间有好些人在灵魂深处认为我们守河这边是不可能，但是有一个人决定了可能而且需要。正确的估计和运用摆在目前的情况，根据这些来执行任务，这是每一个天才司令官都能做到的。可是只有真实的指挥官，他给自己布置任务，并且会闯到适合于他自己的情况，这样的指挥官只有一个。完全正确。你的话好像没说完，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我现在和你所谈的话是绝对秘密的，只有你和参与你工作的几个人他们才能够知道，这是有关最高统帅部作战计划的。哎呀，老弟，怎么满身都是血了？哎，同志，快去请医生来。哎，拿点开水来。哎，来来，同志，帮我忙。哦，是你。哎，是是。我现在站起来，我交出。是是是。军队。哎哎，老弟老弟，哎老弟，哎哎，静静。哎，来来来，哎静静。哎，躺下躺下。哎，静静。哎，快去拿剪刀，哎，把参谋长请来。我交给你，我交给你，你不能，你不能交出城市。哦，你怎么能守得住呢？守得住，老弟，守得住。这会更好，掩蔽会更坚固。伊万诺夫牺牲了，你快跑回去，别再连你守在我这儿。回来了，从师部到南岸坐小汽船去的，回来的时候叫敌人打趁了。说吧。
把衣服弄干，你再睡一觉。这样，现在你再回师部去。司令官同志，敌人机枪手都冲上来了，在缺口那打着手榴弹，快到上面去吧。司令官同志，您最好也挪一挪。别特尔，你上去看看，马上再回来。是，我们坚持下去。让我上去吧，司令官同志。上去吧，小伙子，我写好命令再说。哦，你把冲锋室和手榴弹带着。电话员，我是潘德烈夫。不要紧，我懂的。你说吧，我自己来写。一天毁了30辆坦克，谢谢你朋友，好极了。告诉你们团长，说潘德烈夫对车站的消息一点也听不着，几时把他夺回来，马上给我汇报。问司令官同志，快了吗？干嘛在这个山沟的树林子里闲一个多月啊？我们准备在这是打算大批的采采蘑菇，抓一抓鹌鹑。参谋长来电话了。不然军需部该说你们光消费面包和罐头了。什么情况？防御线被突破了。什么？5:30德军突破了工厂区，逼近河岸。他们从社浦调来了新的兵力，从米海洛克也调来了。潘杰列夫请求增援。不该，绝不该叫他们接近河岸。还说什么不该？敌人打到那，咱们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看这些力量，这些开进城里，我们马上会好些。怎么开吧？你说了算呢。你说从社浦调来兵力？是的。今天我看见被击毁的德军坦克，还刷着沙漠的颜色。是啊，从非洲、从法国把坦克和飞机全调到我们这儿来了。因此英军才把卢梅尔打垮了。所以啊，我们还有人期待着第二战场，但第二战场还等我们决定。是的，这不是一个城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局。非洲和第二战场以及战争的期间全靠这一仗。赌
要的是我们国家的存亡问题。还有什么说的？只给潘德烈夫一个师，多一个也不给。我们不贪图微小的胜利，要彻底击溃敌人。我们要在这里扭转战局，若不能结束战争，就给这个致命打击。谁呀？哦，进来进来，我正等你。商量好了。画报。旧的。不喜欢吗？你看，冯克劳斯，比利时的征服者，敦刻尔克战役英雄。你准备打他那儿胜仗？是的，但和他结果不同。请原谅我，那时我不知你爱人牺牲了。你不知道的多着呢，知道你还明白呢。现在不以将军身份谈话，以朋友身份，好吗？好。不，也不成。我不能，我也不想原谅你，好吧？以党员对党员的立场谈吧。我等了一个来月，我不是伤口疼，而是精神痛苦。这期间你干了些什么？守住了城市。我去过那，看过地图，城没了，只剩一条很窄的地方和河边的废墟，有些地方实际已被折断，长期防守是不可能的。住口！这不是靠命令防守，这是人们，所以决定坚守到最后。人民命令我们守住它，那是他们，而不是你完成了这个奇迹。如果城再丢了，就要治罪，早晚是这个趋势。当时我调动全部的兵力，不会这个局面。冯克劳斯正梦想着这个。开玩笑，他们算旧了，我们会调用全部的战略预备军。你看，这是希特拉的密令，11月14号，俄国人消耗于最近战斗所剩余的战斗力，已经比不上41年冬季里那样的强大。冯克劳斯所抓住的这一点，也正是你进攻的冲动。那你还等什么呢？知道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怎么决定了？守住。不是我决定的，是人民。来。你看，这比你所想的更厉害。敌人集结了22个师，其中的12个侵入河边废墟的狭窄地区，可是我们呢，在这儿只有坚守。我们这仅仅在地图上能叫做师，其中有一些个师还不足1500个人。他们不仅是守在那儿，他们还破坏了德军的计划和期限，并且牵制住了德军的主力和预备军。不仅是这样，他们主要的是赢得了时间。冯克劳斯把优势的兵力投向城市，他想急于取胜。他是这样的急，甚至都调动了他们左右翼的兵力。现在这儿，罗马尼亚军，看我们这时间内给他们的左右翼布置了些什么。2个坦克军团，1个骑兵军团，还不算步兵师团和原有的兵力，在北边更多。坦克军团，又1个坦克军团，3个坦克军团，少吗？2个骑兵军，这仅仅是游动的部分。一下子，那么现在就打？不忙。你看，在米哈伊洛夫区，冯克劳斯还保存着好几师精锐的兵力，可是他会调来攻城的。
到冬天还剩两三个星期，他们现在若不能占领城市，那他们不是被严寒所赶走，那么就是要冻死在口袋里。不管怎么样，我们两翼的兵力是不会饶他的。等等等等等等，这么说是你自己愿意叫他们进到城里的？对对对对，就是不要错过，要抓紧机会。几时等他的主力被牵制在城里，我们要从北方在这儿通过他们的左翼，从南方在这儿打击他们的右翼，会师在米哈伊卡扎起口袋，完全消灭他，知道吗？一个也跑不了。你怎么守的？你的力量够了吗？当然不够。这些天我还记得，只是你守着没动预备军。这不是我，是斯大林。你那时总不说明，或者给个暗示呢？是啊，要是我们在战场上能够说明一切，对我们有多么方便呢？我撤掉了你的职务，到现在你还不原谅我。多余，你失掉了自信，那么城也丢了，你也就完蛋了。可是老弟，我很爱你，可这还在其次。那时候我就知道你这强忍的精神，有件大任务在等你，可以吗？对，对对，该开始了。同志们，请坐吧。我可以走吗，司令官同志？留在这里。克里文告中将已经恢复了健康，现在命他指挥一个新的编制，请坐吧。今天最高统帅部命令我来向大家发表我们大本营所决定的反攻计划。我们实现反攻计划的时期来到了，最近到冬天的几个星期里，德军的攻击将要加紧，冯克劳斯无疑问地企图占领城市，所以报告前线司令官同志，奉命防守第四十八号房子的。关同志，我真不习惯，觉都睡不着。我也是这样。伙计们，还记得吗？德国飞机是怎么叫唤的？
杀杀杀，而我们的去他妈的军官大人哟，报告前线司令官同志，我们休息吧，休息吧。哦，记得记得。啊，我的朋友，你要是再能弄到一个那样的少校，我是这样的需要。像那样自投罗网的宝贝，还能有吗？他们现在学乖了，我的司令官同志。但不要紧。自己做个包围圈，这种家伙能弄到。包围圈？对，是的，调保规模的，我们也学会了。好好，我等着你。这个不舒服的寂静绝非平常，绝非平常。请读一下大本营的训令。上面的 X 时间就是我们进攻的时期。那么说，再过几天就行了，可熬到了。进入了考验，艰苦啊，潘德烈夫同志。过去的让他过去吧。他怎么想的？难道敌人发觉到我们要进攻，或是要退走？喂，你怎么了，老弟？不会退的，在全世界都喊着占领了，明天拿下来，剩最后的一块肥肉，哪能不吃呢？果子酱吗？自己家做的，我老婆对做这个是特别拿手的，请用吧。什么事？司令官同志，三天前冯克劳斯在米哈伊洛夫卡树林里进行会议，好像希特拉也参加过似的，请你对照一下吧。夜毛子进宅不会白来，一定有问题。对，害怕了，希特拉怕失掉他的威信才来到这儿，冯克劳斯他怕希特拉的震怒他才攻城，他的士兵们怕冷要找地方过冬，会突然袭击。暴风雨前夜的寂静，那么是我们先下手。是的，好像不，不是那样子。他们有着内线作战的优越条件，要是我们发动反攻早于他们的话，冯克劳斯就来得及调动他攻城的兵力转向到我们突破的地方。不不，无论怎么艰难也要等待，让他们进攻，等他们死听城市再打击他们。那么变更我们进攻的时间，可你明白吗？你要不能坚守的话，我要是不明白早就守不住了。敌人的压力比我们所估计的更加重，需要往城里再派几个师。从哪儿抽调我们准备反攻用的兵力，减弱对敌打击？不是减弱，而是把它配补正确，把全力放在打击上，那才算是正确。用不着潘德烈夫支持太久，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反攻，那个时候冯克劳斯就顾不了城了。冯克劳斯也在考虑着，他同样把全力放在攻城上，在我们反攻前他可能攻进城去。知道知道。你需要多少潘德烈夫同志？先别说需要多少，你能给多少？三个，两个师够吗？
我看至少得三个。司令官同志，若让潘特列夫守得住，不是加强他的力量，就是削弱敌人的力量。主要的任务是能敌得住德军第一次攻击。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炮弹，应付他们不断的猛烈的进攻。可假若是……好了，在半个小时以内全部压上去。对，对对，就这么办。对不起，司令官同志，我还不大明白。现在我来解释。总之，我不能给你三个师，只能给两个。我也知道这是太少，但就这样已经减了冯克劳斯进攻力量的一半，懂吗？在德军进攻前一个钟头，我们以所有的炮火打击他，准备进攻的炮兵和步兵，把我们储备一个来月的炮弹用在半点钟里头，先把它打个落花流水。在冯克劳斯预定进攻半点钟以前，他已经不能改变原来的计划，愿意不愿意都好，可他打我们的力量已经剩一半了。对，这下子就觉得他老根了。对，不过这就需要确知德军进攻的日子和时间，非常冒险，前后要是差上一个钟头的话就都完了。你真是个聪明人，维纳格拉多夫同志啊，明白吗？怕虎还不去打围呢。情报部长，你知道又有什么任务摆在你的面前？是要准确的德军进攻的日子和时间。是的。那么走吧，必须和大本营取得联系。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我深深地爱上了你。我们仅仅见过四次面，我时刻都觉得到你的力量。要多加保重，你还是要尽可能的多加保重。潘德列夫同志，我真担心你会跟我要四个师。我还以为你给我一个师呢。潘德列夫中将给您的信。就去。抓来了，在道口上埋设地雷的工兵，他工人说六点开始总攻，四点就开始炮击。带下去。走。一切都证实了，和大本营取联系吧。来不及，若是正确的话就马上开始。哎，战争之神，能完成任务吗？是，司令官同志，能完成。冯克劳斯只能以半力还击。命令全部炮兵准备。是。不经大本营就决定了，要是虚伪的情报呢？我说的是准备啊。对对，你们始终不要离开电话。失掉战机，大本营也不会夸奖我们的。不能错过，要开完了火，潘德列夫也支持不住的。是啊。那么若是开了火，在四点钟没动静，德军不进攻呢？天哪，
难道把我们所有储备的炮弹完全打向天空吗？他们若是在明天或是几天之后才开始进攻，无疑问城也要丢，但这机会不会有第二次，若是错过这个机会，不也是败战吗？这可是孤注一掷了。时间是不等我们的。决定了，就开火。下命令。射击，对对，马上。我们的停了，20分钟后该德国人的了，但愿他还击。我保证，德国人在4点钟就该轰隆上了。就要听到的。就要冯克劳斯这家伙对着意外犹豫不决，如今像疯狗似的不顾一切。
尼古拉到司令班长室。下去，不会死，坚持，这班子，坚持。我答应了。我抓了一个工兵，少校，少校可没来得及。坚持。坚持！被突破，四十八号房子被占领了，还要等一等，让他们再深陷一步。怎么？危险吗？司令官同志，发现番号不明的三个师。哪来的三个师？胡说！从哪儿？潘德烈夫中将受伤了，很重，砸断了腿。怎么，潘德烈夫同志？哪来的三个师？叫汽车，把精锐部队调到城里，我到潘德烈夫同志那去。米诺特卡已经快了，听见吗，米诺特卡？司令官同志，跟我说话吗？快点。不能再快点吗？冯克劳斯他败了，他真是疯狂了。这是从两翼调来的兵力，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坦克真有办法，不错，进攻中的像只鹰。用的格拉多夫进了米哈洛夫卡，好，就这样扎起口袋来吧。现在打吧。车谁去了？
喂，我要见你们的司令官。我们司令官冯克劳斯将军只能同你们红军最高司令部的全权指挥官来做投降的谈判。投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的炮火和坦克已经包围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全权了。张二吗？我是费德洛夫，在冯格劳斯指挥部。你是宾丘布，你让团长来两炮听听。司令官同志带来了，你自己去办一办吧。我现在对马斯坦感觉兴趣。是。可以吗？坐着呢。谢谢克里宾告。谢谢你吧，司令官同志。可以吗？进来。怎么样，如同夜府合体包围了打垮了。同志们，恭喜你们，伟大的转折来到了，我们今天黎明突破了敌人的战线，在南部，在中央，我们仅是苏联全线伟大反攻的一部分，向西方，向柏林。广播电台，最高统帅部命令，远东和近东朋友们进攻的信号。不，不敢的。只要我们经得住这个进攻的话。是的，即使能守住
这个牵连的很多，得有一个人能够掌握住情况。维诺格拉多夫是个能干的将军，前线不由他指挥了。几时起？今天。那谁？伊万·阿德烈维奇，我记得在冬天你还对付过一次冯克劳斯。是的。来，我跟你谈几个问题。军官同志，第二十一军军长科里文告将军仍旧坚持他原来的主张。这怎么办呢，朋友？预备军不够，兵力不足，希望你还是充实防御建设。你轻视了防御。司令官同志，我可以。好，回头谈。请坐，科里文告中将。现在你更方便于开诚布公的谈谈了。司令官同志，请原谅，刚才在参谋部里见到了巴多罗夫将军，显然他的部队已经运到了。是啊，大本营的预备军已经开始向前线开来，但是我还没有接到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具体指示。有过指示是守住城市，城市失守无疑死亡，必须马上用全部力量和预备军达成一个目的，守住城打垮敌人，明天就晚了。司令官同志，我们的主动会左右情况的。不，我一向习惯于认真的执行命令。所有关于预备军请你看一看，在米哈洛夫卡敌人集合了10个师，不是一天两天会有新突破点来援救第七军。我保存预备军主力，为了避免惨剧并撤走军队。当前急务是守住城市，而不是撤走军队。克里文告中将，这是我最后的决定。今天派来了新任前线司令官上将穆拉维奥夫。穆拉维奥夫司令官同志啊，穆拉维奥夫将军叫我们同他在第七军取联系，他从飞机场直接到阵地去了。怎么？到突破区。找我的团部上将同志。你自己所指挥的队伍在哪儿呢？防守高地牺牲了。那你呢？在指定时间从3个战士突围出来的。敌人损失呢？烧毁了他们24辆坦克，人员损失不明，是在夜里。第三个人呢？我在热呢，上将同志，救火来的。像在哪儿见过似的，挺老练，够个军人。对，是的，从边境打起，又打回去。打回去？是的。好的，队伍没整顿好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司令部没掩蔽啊。住口！我要你们拿手榴弹回击，要是你们找不到队伍，司令部也要作战的。司令官同志，住口！奥勒夫在哪呢？为什么不攻击？为什么不？
你好，上将同志，局面是这个样子，莫里道万联系中断，失掉指挥，我要向你报告。那么到你那儿去吧，谈一谈。请这边。困难呢，米诺特克。不要紧，我们来了，情况会好的。不见得，米诺特克。我们还是要多忍耐啊。亲爱的，金，亲爱的，你好吗？啊，那孩子呢？看过他，还好，挺健康。我那有重伤号。我也忙。金，你怎么来了呢？我是到这儿来看你的。啊，孩子还玩吗？还玩，淘气。还给你带了封信呢。真的。拉大山，喂，啊，还有什么吗？真的来指挥吗？为什么还真的？这不好，金，这不好，最好你不在这儿。啊，没有时间了。你们住在哪儿？我好看见去。不知道，金，什么也不知道。会见到的。会见到的。少校布鲁斯诺，谁的车？中将潘德烈夫。他在哪儿呢？那边高地上。报告上将同志。防御线指挥官工兵中将潘德烈夫，你好。您的任务是来指挥战线。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我习惯一个人瞭望和计划。瞭望什么？请看，这条线是叫做中间防御地带，凝聚点和侧方阵地，那个就是，那是城市，最后的防线也着了。来不及吧？如果来不及，我点着这片草原。是啊，这得要细加考虑。统帅部怎么决定的？我以为你能带来大本营的计划。可爱的城市，有什么办法？若是战争光凭分析决定，就不会有战争了。测量计算就会决定胜利是谁的。可是还存在着意志和需要，我们不能不胜利，为了胜利必须坚守城市。是啊，大本营坚决要求这样做。但它会存在着弱点和错算，我们要找出冯克劳斯极小的弱点和错算来抓住他。那好吧，找他的弱点用不着多久，看看地图也就够了。冯克劳斯就像自己钻进了口袋里，他们两翼会受着严重的威胁。若是我们有着强大的预备军的话，给他两翼画上记号。难道这能是错算吗？他不担心他的两翼，他显然自信着，用集中了的优势兵力和机械化部队很快地占领了城市，使我们来不及向他两翼集结兵力。夺取了城市后，他
他们或是消灭我们的防御兵力，或是把我们赶到东岸孤立着。就这样，冯克劳斯马上会占领了全线，他的主力把战线推向北方，使他的两翼不受威胁。妨害过我们守城的那个城东的河，现在会成为他们两翼的掩护，他们的拳头会投向曾经威胁过他们的军队，甚至让我们都来不及集结兵力。着了，第七军呢？情况不明。夜里一点，德军突破了，叠速区防线。哦，继续前进。敌人想在第二战场开辟前急于取胜。假如我们丢掉城市，明天会有第二战场或第三战场。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城市陷落，那会成为他们